本视频将为您介绍 DJI RS C2 低角度手提、折叠竖拍以及折叠收纳的使用方法。首先，请参考 DJI RS C2 平衡调节教学视频。安装三脚架、相机并调节平衡后，将云台放置在桌面上。开启云台电源，逆时针拨动转轴旋钮可拧松旋钮，此时握紧手柄，将云台平移轴向下转动90度左右，并顺时针锁紧转轴旋钮。这时，您可以将云台手柄水平握持，双击扳机。此时，云台将自动旋转并进入低角度手提模式。该模式可用于低机位拍摄。竖直握持云台手柄，并双击 M 按键，云台可以进入竖拍模式拍摄。重复操作可返回正常模式。拍摄完毕，关闭云台电源，将相机连同下层快装板取下，将云台电机转至折叠位置，并将各轴锁锁定。取下三脚架，即可轻松折叠收纳。感谢观看。